你跟恁囝哪生意不奇怪呢？恁囝哪生意不哪生意？他们要不点菜？对，我哩给恁个招啊，来，来吧。什么江菜要吃啥的吗？蒜油啊，蒜油啊，蒜油啊，谢谢，最后了，爸爸没有了，一样，来三碟，来四碟，来五碟，来500块。我人要吃鳕鱼的吗？蒜鱼500块，我人要买的吗？这我唔敢来，你甲头家讲，嘿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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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胖嘟嘟的一包梨啊，一包两斤半，足水水哦。无你话食较少的啊，有细包装的啊，大哥。系啊。来。啊，算你那边较少的咯。哦，100块而已。啊？啥物件？算你下阳那边较少的。啥物？算你那边较少。下阳那边。我跟你讲啦，阿姊上少三袋，你有嘛无啊？哦，大家分分的。一斤就一袋两袋。三袋三百。三袋三百块，慢慢算你较贵。安尼好不？好吧。最低消费。我不爱爱迄半刀贵贵的，我爱长些贵半刀。那个都一半，都一半油，都是一半油。我有小卷嘛？哪位名啊？小卷一份500块。真低啦。三百啦。三百多啊。一、两、三，安尼会使无？会上济无？哦，阿哥要开灯厝啦。三百吓。啊。开灯厝要创啥啦？不要给我乱开，就是你就在那边给我发着就好了，他不会给你怎样。来三百吓，三百吗？对。那有人买啊无？来。你就小灯来300块，300块。好。各位人要吃小卷仔无？300条，300块，三百。迄现捞的啦，水的哦，互相。即摆菜只含一个菜只要到300块啦，就要放下200块。你老家这一尾两尾来，三尾来，四只来，500条好啊。来，小姐。老板，你虾仁呢？啥物件？虾仁。哇！好啦。做事情不能停了。啊，去看看有没有停车位可以停啊，停车格停下去就好了啊。家人。哎呀，看有没有停车格，去找停车格嘛。来，家人，你这边要不要的？沙发。来。家人谁要的？这边。来，沙发过来。500呀。500。要500哦。黄米能叫花车啊？阿米。黄米耶。啊。多谢啊，兄，能叫你一个。这两条。好。做老板吃虾仁的吧。好，谢谢。你上来，谢谢你哦。谢
只蛤蟆卖顶路啊，百块不包了，买来无？只蛤蟆一包了。什么？这个吗？最少是300块。哎。300。大哥，谢谢。阿弟子，就剩这五只无啊啦，一只200，一件的，做大尾。两只哈，这样子好不好？都很肥啦。不要。来400块。做那么超级大的金七星炉吧，一只200块就好，一只200块。我愿意。七千咯，真好食。我买一杯就好。一杯。哎对。还好。来200块，个人想要吃无？200块。一只哈。来最后一只谁要200块？想买一杯香杯啊，200块了，200块一年，200块。300。啊？差不多啊。老板，可以跟你要个单子吗？来，好，150块。我人要食福州丸的无，摕来这个包吧哦，啊，你明白无？个人买好无？最好150块，福州丸150最好了，福州丸150块。哪个？啊？300。300。完了，来起来啦！看想要吃啥吼，连自己都点菜来，刚才我来喊啥，吼。你讲这讲华语？对啊，两顺啊。嗯。两顺啊，看我介意无？想要吃吗？看你找的人多人少啦。多多啦。无多遐。头尾有够吃无？有啊。有吼，见着好啊，伊啊个。
啊，二啊五。三百两啊五哦。好啊，是是是。啊。带你。好啦。好。我也是了，我这边啊，贵到要死的啊！这只鸟，阿拉卖都未赚钱，反正我不管啦。我个人开恁一尾只哇，一百个上少八十块啦。这五只来做一届，了，要开了，我这边啊。只三百，来较紧啦。反正我会来六只啦。我要食五个吧。我来，一尾来，三尾来，四只来，五只来，六只来，三百就好啊。阿姨，我老妹要五无？哇，无啊，好，来百五。要冰夹水你摕，冰夹足济，吼，顶块我准备很多给你拿嘞。来来来，我问一下吼，这塔古破楼想要食个无？现捞啊，足水个水哦。一般小个行情，一单斤我来讲250块嘞。啊，拢我来讲，这等你吼，很简单，很简单，直接穿烫就好了。你要用菜嘛会使哦。有要食的啦，我来讲啊，食的啦。你莫看这真有重哦，这差不多一斤啊，还一包哩啦。青菜面这一堆，想要吃然后叫烫，去餐厅吃这一份500块，不用200、400、300都不用，我200块还袂卖了啊。现捞的飞机有人卖，现捞现捞的。哦，啊，200。这一个200。这空的鲑鱼壳，这袂冷冻的哦。哦，你若冷冻，我摕一只足大粒的，给你100块尔。来，啊这里哦。来来来，水的，够有人想要吃塔壳的无？哦，这是乌白白啊。来，紧的来，200块，200就好。200块。虾仁啊。虾仁啊，你要买300吗？游泳的200，它最少300呢。因为这层今天大颗的啦，这金价很贵的。来啦，多一点给你啦，好不好？啊？你那里有清理吗？没有货啦，不回啊。没有货，我会清理，没有货。来，300块。阿咪啊，100。我把它。好。明天再我唔知呢。我跟你讲，挪威青鱼啊，下礼拜才会来。你是爱挪威青鱼，还是咱的？整尾的，整尾的要看天气情况，不一定抓得到啊，抓得到我鲜度要漂亮，我才会卖。300哈。哎，好，三明啊，两时啊，四只500块。这里我刚捧起，为了要200块啊，老大诶。整尾的哦，来，你要我。来，小姐，700哦。纯爱粉100块无啦，100块。不拉衣服。100而已。来，阿姐。来来来。三明啊。没有，我上来了。不赖。不赖。干嘛吃不赖？你也安尼吗？要500，这边500。这边500。阿伯，阿伯，阿伯，来来来，来，吃不了，看人想要吃哦。拄啊，迄拖啊拖，安尼500块。等一下。不来，你要买到500啦，买来100块就好啊啦。那可能是有要炖的要用的，来来来，要吃无啦，这正啊，这咪假的哦，100块就好。好了，想要吃我来，过来。哦，这个东西不便宜呢，这东西说实话，一台就快到400块了。来，吃无啦，过来要吃的无？吃无啦，100块就好。吃无啦，100块有人买来无？没有哈，来好。在哪边？啊？这样，我包回。还在哪边？啊？两块二啊个。
到。春天俩，足大些啊。买啊哈，要几？一箱十包。十包。啊，一箱十包给他。嘿。哎，买三杯啦。啊？什么呀？买三杯。来来来，啊！我想问一下，有没有这个牛二两大鸡腿的？来。哦，真好吃哦，这大鸡鸡腿来嘿。你甲袂看卖啊嘞？一般你菜市啊，即摆叫人买青的鸡腿，了也无生的，一只就八十几块。对哦，啊，这足好吃，恁食看卖啊嘞吼。一般拢菜，人提做便当，一个便当百二块啦，来。一样啦，我做较细份的，有人想要吃无？这四只做一间，内面开始三百二，后面两百块就好了。回去不用再料那个料了，就回去直接用烤的、用煎的就好了。要不要？来两百块就好了。两百。过了什么叫牛羊大鸡腿无？这一 kilo 两 kilo 的啦，这三 kilo 的，这四 kilo 的啦，两百块就足好吃哦。听到？食看卖啦，直播有在做啦，不用烦恼。哦，这袂去改做诈骗集团，你放心，就好起来。好，他既然做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像这个性价比那么高档，就是给他花下去对了，很好吃。来，各位人要吃啥？牛二郎大鸡腿的无？啊，这四只来200块了。牛二郎大鸡腿这四根200块，有没有想要试试看的？好不好？啊！你基本上出门。来，帮你开始，我在这，我在这，在这。哎呦，全部你叫天桥，你谁乌鸦？来，问一下有没有要吃大虾子的？哦，拢问看卖啦，因为你若不点菜啦，我也不知要卖你啥。哦，啊，所以讲我有打物件，我来讲，甲你问看卖啊咧吼，来，有人想要看卖这虾啊，偌大尾无？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二三箱，足水的，足粗的，哦，这都给恁看有诶，喏，哦，这卖讲鱼港啦，卖讲大中港创啥有诶，无拢不管啦。这一般人菜市啊，人就是大只，一般人讲的话不好意思啦，一盒400块钱，哦，起来拢400块的啦。来，我问一下有没有想要吃的，一家买两盒吧。有人想要吃无？卖讲开你八百啦，阿姊，大只来哦。你食看下来，你看卖吧。啊，我大尾，好二三百的。你若有介意啊，市场价一般的价钱两盒带起来800块。你若要爱，我讲免甲你开八百听好，我甲你讲做批发，想要吃这两盒带走，500块就好。这两盒无，听到？啊！你要吃到的啊！我实在安尼吃袂够足慢的啦，无怪我无彩我袂恁足俗，嘿，无彩我袂恁足俗。要吃到的啊！来，你养我啦，你养我啦！啊！想我较好个啊！这想我也袂吃你啊！你想我较好个嘛？我呢？两阿哥啦，有没有想要吃大虾子的？吃袂完的，一人摕一顿的，你养我对吗？来。黄爷那边，超大只的两只250。250。好，我先给你招嘿。各位人要吃的无？超大虾子，超大虾子250。来，好，谢谢。来。姐，这个切好哈，来，切嘿。这个是哪里订过的？来，后面都有写，后面全部都有贴。宝贝，那个吴哥有事，等下去给他算你。啊，算了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那个鲈鱼。那个鲈鱼。之前都给你吃过这个碗，我剩下这几次而已。我一个人。没关系，来，这个鲈鱼剩这俩，我这俩就足掉了。哦，你即摆菜只开一斤三百三块啊，三百带三九免啊，三百免啊，二啊五着，再做一届啦。哦，剩两个人肯定没有了。
我呀。好。来。好。这三位你要我两位好不好？来，一样哈。我站起来。来，等一个啊。